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啊。今天我们来到仰光去探访我们的志奇的家庭，其中一个妈妈。现在呢，阳光好像已经恢复正常。我们现在走进我们不是这些家庭的家里面去探访。哇，看到他们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。就是这个好漂亮、好可爱的小女孩，她妈妈说她已经进步很多，希望你继续努力啊。这个妈妈的家呢，要先经过邻居的家。这些地方都是太难了，你看。怎么样经过这里过来？这个就是厨房啦。跟住其实佢哋瞓嘅地方就系喺呢一度啦，就系、睡的地方就在这里啦。太不容易了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继续努力去帮忙他们，支持他们。生活可以很不容易的每一天，但是还是有希望的，因为看到他们的时候。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很有希望的。对，孩子有没有改变？孩子有很大的改变，之前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理解，现在孩子你跟他说什么他完全都懂，他明白大人在说什么。哎，那我这个老少年他说现在他不敢有很大的目标，他的小目标就是希望行为都能自己做，能说话。我们要很珍视我们周围的人，因为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，不要放弃，要加油啊大家。